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asper 妈妈的 Channel。 今天我们会学习香港小学学习字词表，学习单元社区生活第四集。我们会用模图认字这个方法去加强小朋友的认字能力。当我读完之后，小朋友都可以大声跟读一次。准备好没？我们一开始啦。表演，表演，潮流，潮流，旅游，旅游，游览，游览，游客，游客，明星，明星，散步，散步，运动，运动，售票处，售票处，入场费，入场费，买，买，卖，卖，营业，营业，消费者，消费者，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哦。我们透过多看、多听、多读，很快你就会学到很多中文字的啦。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妈妈的影片创作，加入会员赞助，多谢大家支持。